坤制作人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。那你看看我们现在可能服装啊，但然后可能是希望我们比较可爱的。我是很喜欢这种比较酷、比较 hip hop 的那种，这是我最擅长的。哦，你是对衣服不太满意？这个问题，这个问题你问我，我怕我不这个好像不是我的专业吧？哎呀，我这个直男审美啊！来来来来。那这首歌是你自己选择的吗？是我自己选的。你得认了。另外就是不要觉得可爱的不适合我。我知道可爱的可能不适合你。如果可爱的真的不适合你，你可以在这首歌里面就用你自己的风格去表演，这样也是一种方式。你觉得你有信心能够驾驭所有的风格的时候，那我觉得你这个 CV 就成了。就是我很早就知道坤制作人，不管什么歌，他都能够驾驭的，完全是他自己的风格，就会让我们看的人觉得很耀眼。我希望有一天我也可以变成这样。好，我看完了，辛苦了，谢谢坤制作人。